超好的。两个小黑。那他现在在王正平地方，他在寻觅他的主人。如果你也支持这只你被两块去掉嘛，然后而且你觉得刚刚这只也非常认真看，你听今天晚上那个这个朋友或者是老公的话，你也有兴趣可以来找我们，快点来，谢谢大家。那个有兴趣的话，其实可以在花一点时间跟朋友培养一下感情，他蛮喜欢这个，可以带他们去走。